안녕하세요. 我是来自韩国 KI 종롱안녕。在韩国的话，不管男生女生都很爱戴这个这样的帽子，很简单，就感觉很 fashio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利 Florina， 我是来自台湾跟法国的混血儿。像我今天穿的很朴素，就是白 T 牛仔裤，可是换上不同的帽子就有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去改变你的形象。而且他们的帽型都超级漂亮，很修饰你的脸型，会让你的五官跟比例看起来很好。